这是53公寓，然后进门呢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走廊，然后右手边呢是一个储物空间，然后再往前走呢是卫生间哈。右手呢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切的地方，有这个卧室桌椅，这储物空间是蛮大的。然后左边呢是一个应该是次卧吧。今天天气比较好哈，然后看一下这边，基本上都是楼板，然后下面是这种winter garden 啊，看一下。然后走过来这边是主卧。主卧这边呢是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美国大使馆，可以看到泰晤士河，这是这个从主卧看过去。然后这边是卫生间，我把灯开一下。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衣橱，这是主卧。然后过来是客厅哈，厨房，开放式厨房。厨房是在这边哈，在这边角这边，然后这边是客厅。这边我觉得应该是西向哈，它这边呢应该是东西向。然后这边是客厅，然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阳台。这个阳台呢就通过这个龙头楼支架可以看到美国大使馆那边的国旗，包括泰晤士河包括还能看到威斯敏斯特，景色还不错。然后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客厅。